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。是否去网上特地搜过网友怎么骂你？怎么骂我？还用搜吗？不用吧，不用特意搜。哎呀，哎，有人骂你吗？有。我有咨询过律师，他说这是公众人物的容忍率，你要允许别人对你的谩骂，因为这是你公众人物需要承受的。是否有娱乐圈一直喜欢却还没有机会见面合作的艺人？都行，实力派的老师我都想合作。是否曾吃瓜到自己身上？吃瓜到自己身上？我没有吃到过瓜到自己身上。吃瓜吃到自己身上？有啊有啊，但没关系，吃别人的瓜也会被吃到，这是一个循环的。吃瓜这个什么绯闻瓜吗？还是什么瓜？公众号说的瓜呀，但其实假瓜。假瓜没什么好说的，假瓜太多了。那下一题，过去一年有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表白？过去一年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表白太数不胜数，数不胜数。没来拒绝别人，好难啊！哎呀，那最后一题，有没有曾后悔过接哪部剧？没有，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好，完成，谢谢。